的不是时候呢？不，我想你来的正是时候。替人擦屁股可不是我的工作，你说对不对，卡夫卡？每次都搞得这么惊险，不过回来就好。你们坐列车走，我留下。可，我们走。等等，三月。末日兽。居然真的追过来了，你下来啊，都小心了。已经没事了，换个地方说话吧。宇宙，银河列车，星神，我这是被卷进什么科幻电影了吗？在我身体里的这个叫星河的东西，你得到星星了。这事我也干过，不过抓的不是星星，而是一盏灯。喂喂喂，我不会摔的，大家回座位坐好。我不会摔的，我不会摔的，我不会摔的。月天即将开始，请大家做好准备。我不会摔的，我不会摔的。五四
小心！还真的追来了呀，连埋伏都设好了。哼，被小看了呀。我来处理这些邪徒恶党。什么人？娼妇。我只是想说，桑伯绝不让帮过咱的朋友吃亏。瞧，我桑伯说话算话。这么嚣张，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敢在我们的地盘上出手，哼，要接着过几招吗？我失去他了，我的愿望，你们所谓的计划，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舍弃颓丧，舍弃悲伤，舍弃无用的感情。闭嘴！她是我的女儿，她是我唯一的。你们懂什么？没有灵魂的东西，你们永远不会明白，永远。其咎，无以立心。我以大守护者的身份，令你起身，造物引擎。是铸成者的古代机器，大家小心！急，什么意思？难道在你看来，下层区城镇的重建工作不够重要吗？不，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我们当下可调用的资源有限，必须重新规划。资源规划？你现在怎么就爱往我脸上甩这种词？
算了，这事儿你别管了，看来还得我自己下去。不要意气用事，希儿，我不会放你。罗尼亚，看。他们这一路上肯定还会遇到不少困难吧。嗯，也许会比我们面临的未来更加艰险，但我们一定会战胜困难，哪怕这意味着类似这样的争执要一直持续下去。吵架我可是很在行的。燕青。是，将军。待会儿你看清楚这个人。哦。你记得我吗？记得。人有五名，代价有三个。景元，你不是其中之一。人有五名，代价有三个。你是其中之一。总算来了。雕虫小技，你的一举一动早在法眼侦测之内。太普斯浮悬，要犯现在由我接管。事情如何？喜欢这个真相吗？可惜，还想多观察一阵子呢。既然领受了丰饶的恩赐，你们应该承受得住毁灭的祝福吧。容我重新介绍。别藏了，把真正的模样亮出来吧。你小子，我来介绍一下，你身后这位可是身犯十恶逆，叛出仙州，掀起大乱。
被勇士放逐的罪人，驰名龙尊隐月君。潜入仙州的只有猎手了。既然如此，只能将你和他一同拿下，交由将军裁断。思念心海前方，万军雷霆的巨响，永恒知道，如果把仙州将军变成一名虚子，罗浮会不会再来一次内陆？这样的毁灭比较有趣呢。你还想？将军，但我失去的不过是个随手捏制的肉身，而你还能坚持多久？仙州的毁灭之日就要到了。走吧，毁灭的小卒子，告诉军团，巡猎的复仇必将来临。踏入此间的不是狱卒便是囚徒，阁下是哪一种？哼，两者皆非，在下只是迷途的旅人。好大的阵仗，星河剑墓药王秘传绝灭大军，一系列威胁接踵而来，差一点就成功转移了所有人的视线，忘了那个看来已经无关紧要的问题。把星河带进仙州的那个人有何企图？束手就缚，我或许会赏你个痛快。药师的孽物。将军，我的力量来自丰饶不假，但我和你一样都是药师的敌人。是的，季爷，别阻碍我们。剑木苏生是预兆，它预示着仙州以航之命途抉择的时刻。地宫司命，受温祸阻，静灭祸阻，这是神明对垒的棋艺。你不站在圣的那边，就是输家。而这一次，我们一定要置丰饶于死地。亚历若六号，贝洛伯格。
欠债还钱，七百年不晚。这阵仗好像不太友善啊。应大守护者之令，请您在此止步，托帕小姐。唉，怪不得人家总说这年头欠债的才是爷呢。回头见了，侍卫官。够了，都停下！我知道该怎么做了。请等一下，我有话要转告大守护者。在职场路上畅通无阻的秘诀，就是时刻准备好扭转不利的局面。去吧，站长。由我负责的项目，容不得闪现。只想为他们争取一个机会。家人们，现在小贵族正身处罗浮生最恐怖的灵异圣地随缘，请家人们点赞关注转发，给小贵子壮壮胆。听说这里曾经出了不少怪事，这么小说好要保护我呢。雨云姐姐他们杀掉危险之物，you
君，我觉得这个方向是有可能成功的。回头我查一下数据。看，天才的一步棋，你该如何破解？哦，只有白痴才会问这种问题。只要下在这里。你看起来很苦恼，遇到麻烦了？既然如此，自己想办法吧。自身的存在彻底湮灭，仿佛从未诞生过。哼，威胁已排除，不必留在这里了。单推快讯，各位黑粉晚上好，现在插播一条紧急新闻。日前，伟大的天才俱乐部第83席黑塔女士于空间站遭遇袭击后下落不明，截至目前暂无组织声称对此事件负责。大批黑粉因此对管理层的工作疏漏与不作为发出强烈抗议与严厉谴责。罗斯库姆先生，这是场有预谋的袭击。结论，敌人的目标是空间站，但手法我们还不得而知。没错，这也正是我们需要他的理由。黑塔的人偶遇袭前最后见过他的人
正是他。你是？这位是公司的学术代表，博士学会的拉蒂奥先生。毕竟他刚恢复意识，头脑还不清醒，需要一些提示。黑塔女士，单推快讯，插播一条紧急新闻，插播一条紧急新闻。黑塔女士遇袭一事终于有了下文，敏烈帮宣称对整起事件负责，并将采取下一步行动，协会对此表示强烈谴责。星间诸神离世一俗，无心顾及渺渺众生，唯有复创的恩主得领诸界沐浴毁灭的火光，总有怯懦小人妄图拒绝恩典，逃离此生。逃吧，尽管逃吧，无论逃往何处，泯灭终将。莫非？怎么了？艾斯塔！恭候多时了。一场闹剧，诸般烦恼，终究不过庸人自扰。